看，你自己闻闻看吧，就已经就是墙体就已经开始有味道了。嗯，就是我进来之后吧，确实就是能闻到一种类似于像是海产品那种比较腥的味道，就是这个腥味。然后你说这个味道是从哪散发出来的？瓷砖本身，因为你可以闻一下，因为现在这瓷砖已经很明显了。你说就是这瓷砖散发出来的呗？对。我就是没法判别这个，就是说离它越近，然后可能是味道越大这种感觉。记者现场体验，确实闻到了一点异味，但是没有小音说的那股特别大的味儿，也没有说离瓷砖越近味道越大的感觉。可小音说了，得让咱家邻居闻闻，有个腥臭味儿。对，闻一闻，然后再说。不用闻，我这老了。他这一屋一月前我就他来过来了，你让我闻。你闻这屋确实有味儿呗？是这瓷砖散发出来的吗？他原来老的那部分吧，没事儿。嗯，拆了以后，整完这以后，他用的时候吧，他说有股味儿，要我来闻闻。后来闻，确实有一股腥味儿，这腥味儿哎，确实哎，一直到现在没有，还那味儿。是这散发出来的吗？是这个，肯定是这个。